绿谷笨酒，我可以 smash 吗？看来是不行的。原来脸型可以改哦。嘿嘿嘿，绿谷缩小。哦，原来眉毛可以调啊！哎呀，那再弄帅哥不成问题啦。我看你一副衰小脸。哦，天哪，这贴海苔是不是？什么？你偷吃我的便当？哦，没有，吓死我了。什么？是真的？吓死人了。好啦，我们就让眼这大眼睛看着你，吓死你好不好？原来可以有胡子啊！为什么这突然有点像是那个《哈喽邻居》里面那只家伙啊？我怎么捏得像《哈喽邻居》里面的角色啊？你根本是《哈喽邻居》吧 ？2000 years later， 创一个角色创超久了。喂，我欢迎来到波西亚，我是《哈喽邻居》的儿子。哈喽，你好吗？马上就要到波西亚了。哇哇，这里看起来挺不错嘛。哎呀，我忘记调声音了。做什么？探索遗迹吗？我应该用一种猥琐大叔的声音呢。谢谢。好的，我对我爸爸的事了解很少，希望能快点看到他留给我的功放。只听说我爸爸曾经是邻居，是一个坏人据说我爸爸失去了一个儿子，就是我。我们到了，你的功放。你的功放。这房子普雷斯利有点旧了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跟我的胡子一样旧啊！林贝西 smash 粉碎，哇，妹子索尼亚，这妹是哪个新来的？师弟，你刚继承了城外那家工坊，马上就好感度加一。果然我帅气的脸庞吸引了他。抱歉，我太没礼貌了。我是索尼娜。怎样？你是觊觎我的钱吗？你是不是想要我的钱？可以啊。猜拳。别啦，怎么可能？垃圾游戏，我不想玩了。好啦，有好感度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去商会，去商会，赶进度，赶进度。商会在哪？在这里。材料不足，木板要七个，木板要十个。哇，太大只了，跟我一样粗，没办法砍，只能砍这个烂树。哦，可以这样摆哦，我的力气怎么那么大？我力大无穷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成功了。放置家具可以旋转，抱起，哦，可以旋转位置就对了。好，就决定这样，这样比较好看一点。怎么感觉跟刚刚一样？